今天要讲的是这些女生平常可能看起来很严肃，对，可她们私下穿着一个比一个厉害。欢迎下一位，欢迎下一位来宾，晶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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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呀，哇，这个哇哦，这看还要讲吗？嗯，我就是跟你老婆同行的，是是是，那你就先去吧。现在就这样，为什么？不要，没关系。OK， 你好，不要再过来了啦。晶晶，一看就知道空姐嘛。对。那晶晶的三围是31、25、35。这样坐飞机会不会累？飞机不会啊，因为你在飞机上要一直，我是一直工作啊。嗯，还可以啦。因为很多人都以为空姐好像就没什么事，其实空姐很多事，很忙，超忙，真的很忙，超忙的。对，我们其实很多前置作业要做。空姐，服装仪容，包括头发、化妆，全部真的管理严格，非常的严格。我们每天的上班前一定都要做全身的服仪检查，是要整个人转一圈这样子。那是给谁检查？给客舱长检查，而且我看过他们受训的时候，连化妆都要教。对，我们会有美姿美仪的课，然后化妆课跟发头发的课。哇，这么你是外商的航空公司？不是，台湾的。台湾的，对。哦，穿的很看不出来哈。对啊，因为他们其实不太能穿自己的制服，千万不能。对对对对，不能。只要穿自己制服出来，都是已经不干了。不干了，出来参加活动，因为好像是不行。对对对，比较忌讳这一块。可是那这样讲好，你们必须很讲究，你也很讲究。对，我想请教一下，有时候你们出班很早啊，比如说你们有时候早班飞机，你们可能4点就要集合。对，你几点起来准备啊？我都是算就是报到时间往前3个小时要起床。哇，就像搭飞机一样，不用睡了。不用睡，有时候像红眼航班，可能2、3点就要报到。哇，我就是凌晨12点就要起床。你们一定要像这样。到达公司还是说到公司还有时间弄？看自己。像我的话，我都是会全部弄好，然后头发也绑好，直接这样子去公司。可是有些人是会到公司之后，他会提早到，在那边化妆跟绑头发。那你这样的话是有奖金吗？还是没有奖金？我也想要我的快奖金，激励奖金。对，因为这个就是全妆到就是对啊，奖金激励奖金，自动自发奖。对，模范生，模范生，对对不对？我公司看到他来上班，就警卫就这样，标准，多完美的来。那你这样入行几年？1年半而已。哦，那还蛮。但看起来就是最近比较轻松，厉害的。对啊，没有航班。等于你入航班你就遇到疫情。哇，没有啦。为什么会一定会喜欢穿性感的衣服？其实你知道，空姐大家都一个比一个漂亮，那我长得也没人家漂亮，也没比人家瘦，不要这么说，太客气了。你客气什么？我老婆很多同事都是，都是也是很漂亮。对，我就觉得空姐大家都是一个比一个漂亮，我就觉得我好像只有就是身材的部分比较有优势，那就已经很棒了。该说你谦虚还是大人聪明，好不好？像他这样，我们都会很期待他弯腰递饮料给我们。我跟你讲，你这个期待就浅。我们这种期待在外站遇到他，哎呦，尤其像夏威夷，哇塞，我看已经下班了，他们是一定会留在那边嘛，他们会有几天的休息，然后第二天早上看到他，哇，我上班跟下班是认不得的，哇，对，第二个人格，你们不是穿制服就有压力嘛，就是要正经，然后也不是自己的衣服，那会不会你的内衣就特别？我想要穿自己喜欢的性感一点的。会啊，其实就是因为唯一的就是乐趣，小心机，对，穿不到自己的衣服，那就干脆期待有一天被看到，被看到。欸、你说怎么样才看得到？你说的好像选秀节目，被看到的才能有一天。可是很多学姐其实有时候太赶了，会忘记穿内衣来上班的。哇哇，真敢！这个爆料这么好，不是我没有。跟我讲哪一个航线？几点开放之后，先定把他们的员工码写出来。有时候太早了，早上起来迷迷糊糊的，然后就套上制服就去上班了，到公司才发现没有穿内衣。哇，这么那不是很尴尬？对啊，就只能马上找看有没有什么类似就是胸贴。终于等到出头的机会了。露出头，就出头啊！班聚会。一定要穿的性感，可以不要照着念吗？出头了，不是、啊，因为你平常很压抑嘛。对。所以你们下班的时候，你们同事会约一群，大家都穿
很露，对，就比较性感。像上班我们穿的制服就有点像上戏的感觉，就是要变得很端庄。你好，欢迎搭乘这样。可是我们下班之后，就是大家都会大解放，一个比一个露。我们都还会有那个群组在上面写公告，说禁止上空什么之类的，就不能太细，不能太就是大家就是有胸露胸，有腿露腿，大家都一个比一个性感，然后一起去吃饭啊，唱歌。规定主题，今天是什么日？对，今天是黑白趴什么的。穿一样，对，好嗨哦！真的要聪明一点，在外站遇到他们，你们真的会挂掉，因为第一个外站在国外，没有人知道他在哪。对，他是谁？所以他们会觉得把自己弄得更开心，对不对？嗯，对。尤其是有一些比较你知道特殊的地方，海边巴黎啊，尤其是那种那个特别有名的海，关岛，不是夏威夷吗？关什么岛、啊？眼界可不可以开一点？因为夏威夷他们会住久一点，关岛有时候只住一个晚上。你都关岛的。对，为什么这么了解？班表，下面他都买了，他们走了，他们走了。小飞仔，这次来住几天啊？住哪里 ？OK， 好了解，遇得到。大家讲这种烂话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要看他在下班的时候，他们聚会的时候到底穿什么，好不好？啊，来，麻烦你，期待。接下来，真正的来，来了，私底下的他们，第三位剪影来了，晶晶。哇，晶晶，哎呦，哎呦，水晶晶哦，来，看不出来，到底空姐在外站穿什么呢？对 ，Fly Attendo， 跟好戏 ，Fly Attendo， 哇，漂亮，很漂亮哎，好亮白哦，哎呦，手这个有气质，哇，哎，认不出来哎，走秀，换一个人了，哦，还背这个背。我老公啊！哇！麦不用，想当那个麦，等一下，这是刚刚那位空姐吗？是同人吧？真的有完了。同一位。哇，头发放下来差好多。对啊，真的哎，另外一个人格。其实他们光把头发放下来就差完全对，差很多。所以你太太最近是剃光头啊？对，他有差别这样子，差一多。哇，好厉害哦！跟他们交很棒哎，就像交两个女朋友的感觉。哇，真的，完全不同 style 哦。他们这种厉害的三四个，我都变更多。对，三四个他。哇，好好。有时候回来变警卫。哈哈哈哈哈！玩太硬了，我们开车打挡，有点太硬了吗？太硬了。OK， 来，我们要看看他其他的服装，是不是？啊哟！哇，这什么夜店？应该去夜生活喽。K T V 唱歌的，唱歌就这样喽。哇，在国外还订包厢？对啊，哇，好想认识哦。几号包厢？小 case 而已。下一张。哇！哎呦！在关岛的缠道上。关岛，这个是那个湖吧？关岛。饭店前面。舒湖。是来舒湖的啦，跟同事一起去的吗？没有，这是自己出去玩的。哦，好爽。他这个比基尼颜色选的真好，真的。跟那个绿色呢，然后蓝色特别抢眼。对，皮肤又白，厉害又白，我的老大哎。好想念关岛。你是想念他穿这个习惯？我想念这都是空姐的。空姐真的厉害，对啊，太太脱口而出了，对，再差一点点。有听说过你太太差点要闯祸了啊？你有听说过你太太在关岛的事情吗？你知道的。担心了一下，我只是脸突然变了，对，没事，真漂亮，所以空姐真厉害，所以很多人喜欢跟空姐是这样，他们都一样的，就是你就不是跟一个形象的女人在一起，对，太好，很多变，你现在不要没有自信，男朋友，有，你男朋友属于哪一种型？高高白白的，然后高高黑黑的，韩系啊，日系也不行，有啊。细椎算蛮像的，有点不行，有一点不一样，造型啊，还有校正起来是有好事要发生。空姐好像都喜欢跟高的在一起，哈笑员要不是高，他绝对不可能。毕竟像地勤或空少什么的身材都，因为空姐也有限身高嘛。因为我老婆她其实在婚前她自己私下跟我讲，她是非常欣赏张立东的。所以嫁给我也不奇怪，什么意思啊？不是欣赏陈建州，陈建州嘛，不行你讲，悬哀乐嘛，就最后看起真的这太丑了，不行，我们下去是机长吗？
男朋友？不是不是。对，那他做什么的？也是在机场上班的。近水楼台先得月，就航警。航警也蛮都蛮帅的，对不对？每天就进门一开就，刚刚是谁跟你搭讪？快快，把灯罩撕掉。好，来，请坐。谢谢。好啦。